是统领啊，喂点鸟，让你们看看我召唤过来的鸟。那洛克萨斯之手不知道在没在草丛，我先掏一下。平 A，平 A。A 一下，掏回来，平 A，平 A，平 A，掏回来，吸平 A，他水晶瓶平 A，掏回来，吸炸。将军要谋反，是不是将军？掏回来，吸炸，点燃平 A，平 A 接闪现，不给他回血。炸 A，耶！马上无敌。不用闪，不用闪，他就跑了。不用闪，他外圈刮一个闪现怎么办？我们没有技能，干瞪眼儿。说这个话就不对劲。走位，吃药，掏回来。吸，走位，炸，A，打死我。我直接走了。我还炸你一下，哎，哼，我还吸一点血。来个两本小黄书，再炸，我打死他！漂亮，还有助攻，nice。一掏回来，吸炸，平 A 接炸，再 A，卡兵线，蓝枪别着急呀，蓝枪，你等他去插右边去插眼儿的，炸，掏回来，W，封一下走位。就这么直勾勾的掏我，小伙子，掏回来，七，A 接炸，大炮车回家，来个遗失的章节，再来个皮海，再来个黑暗封印，我们无敌了。送飞机都没有反应，谁送飞机了？啊？谁送飞机了？我看看，有人送飞机吗？
没有啊，宝箱都没有啊，送啥飞机儿啊？谁送飞机儿了？啊？净扯犊子，哪有飞机儿？哪有飞机儿？净扯淡。掏，炸，再炸，干嘛呀？开大招，吸，炸，掏回来，吸 A，A，点烟炸，接平 A 接炸，这是疯了是吧？这是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我一看呢。荡妇二连要杀我，他们会死的话，我觉得我应该为此感到欣慰。他已经没有荡妇二连了啊。他随时干嘛呢？掏回来 W 吸炸平 A 平 A 平 A 接炸平 A 掏回来点灯笼吸一下炸 A， 来是啊，随时吃波塔皮，随时来的。很到位啊，很到位。别吵，我无敌了。不要吵架啊。回家了。他们对视，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被重重迷雾包裹的谜题。来个法穿海，再出一个蓝莲汉的苦楚。我要是一个炸把这蓝枪红给他炸没了，他会不会骂我？炸现在一打二应该没啥问题，瞎着来的话可以打两个。我先崩死得了，让他拉其实都没事。现在来补车，不过他吃我经验呢，这吃我塔皮加吃我经验，哎呦我，英雄所见略同啊！这中路我们可以炸一手。掏回来 W 吸炸致命点燃往前走接炸，人头被给我抢了，炸一下。嗯，有没有蓝 buff？哇，这蓝 buff 拿了可起飞了啊！
看看他们家辅助是从上面来还是从这边来，我们在这等他一下啊。掏回来，劈炸接炸，给炸，再炸，平 A， 平 A， 接炸，再 A， 掏回来 A， 炸，这换了个傻子不合适。最后一个空给我空住了，我大招没炸出来。值钱了没值钱，这歌姬给我来的呀，歌姬。呀，这秒表怎么涨价了？我靠！来个蓝，我的大兄弟，给个蓝 buff。来，来中团，可以团，炸一下。这波没到，掏，炸 A， 勾的不太好啊，炸掏，炸，再炸，掏回来，吸炸给炸，接炸接平 A， 闪现炸接炸。接掏接炸接钉，谢谢。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。拿下。胜利的代价是什么？是不是有点我的功劳？给你点个赞。回家，出我们的中亚沙漏。美甲窃魂卷咱先不用了啊，我们别拿刀锋的兵啊，刀锋这种英雄不能拿他的兵，掏回来，炸 A， 再炸，炸，掏，挺骚啊这歌姬，掏回来，差一点点啊，没打到女警，要把中路拔了，后边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谁能跟我解释一下？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炸！给大掏，点炎接炸平 A， 踢我，炸 A， 掏回来，炸！我看谁敢碰我！那亚索直接跑，给个 W 溜。那瞎子踢完亚索不敢接大，你看。他接大他俩都得死，他还敢接大还敢踹我，你踹我就钉。炸一下，掏回来，算了撤吧，这波没有大了，还是算了吧。再看一下，
我们只要把那歌姬给他杀了，他们家就没有啥能限制得了我们的。这个歌姬是必须得杀的。星濑歌姬。回家出美甲的窃魂券。不行，差点钱。扫一下，挡一下，等女警过来，把女警一波秒了，掏回来 W 六哟！我操！掏回来给大招，吸炸 A， 再炸 W 六，掏回来炸。炸掏可以拆，吸炸死了，没死吗？吃药了，哎呦。炸蛤蚱，把下路拆了吧。西涛炸，你要点你 E 的那个人才能回来，你在说些什么东西？能不能别老在这科普？你能不能整点就是进阶的东西？有能耐你整四岁的。我这恶魔之拥了呀，这牙锁怎么回事？炸，减速，掏回来炸，给个舞台，来一波1v5吧，来往前追，对面指定跑，往后边放炸，往后边放炸，掏回来星濑歌姬，这不行，这歌姬得杀啊，炸，好，歌姬交闪现。Nice， 炸炸掏，再炸给大闪现，炸致命点燃接叮，炸掏 A， 炸炸再炸掏回来炸，他压锁啊，
现在也只有星濑歌姬还能还打一打我，知道吧？掏回来的亚索，炸，平 A， 接炸，接 A 接掏。这乌鸦没大确实不行，这英雄，这英雄得有大招，没大招还是薛飞是有点弱啊。掏炸给他挡一下，接炸，哎呀哈，差一点兄弟，炸掏，他们不敢上啊，炸，我看谁敢上啊，马上我们有大，就你叫星濑歌姬，掏炸接炸，往前上来炸，先跑来先吸吸血，掏吸炸接炸，这人就一直追呀，就让我吸呀，在那 A 接炸接掏接掏接炸 W。掏回来啊！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兄弟们，开始 PK 了，兄弟们，第一轮 PK， 我们对战小铅笔，吸掏炸，我先把这个那啥了，行吧？马上基地推没了，把基地推了，然后等我出来把那个什么给弄了，快点拆基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不行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 PK 了。这家伙快点拆呀，拿下，对面那个人没直播的，那不一定会不会偷塔，这是不一定的啊。